为什么给他们下播呢？不是，我想不通呀，家人们，为什么给他们下播呢？不是，咱们怎么了，家人们？啊，我审核员怎么回事？我们需要个解释。不，审核员，我们怎么了？我们怎么了？不是，我们怎么了，审核员？你也下了？我 PK 刚打完，你给我关了？怎么了？你心情不好？你发泄在老子身上？你等着就行了，老子去北京，到时候家里面记录一下今天多少号，我让你这么欺负我们，有本事封了我呀！不是，有本事封了我呀，别让我播了呗。谁要撒谎，谁儿子，直接给我关了。你把我这些家人当冤种呢？我这些家人赚点钱容易吗？大主播我们像狗一样的去捧，小主播我们像孩子一样的去维护，你们这干啥呢？你们抖音给我流量了也行，我是我自己带进来的吧，凭什么给我关了？这直播我做不做都无所谓。可以不让我播，给个明确的指示，我们怎么了？我没喝酒。没有赘肉。哎，你好，小姐姐。你好。啊，你说刚才我咱们连麦，你说没有赘肉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你没有赘肉是什么意思呀？欢迎我面面，我妹妹，这我妹妹来了吗？这跟我们打 PK 有什么关系吗？那我得想知道你是不是个干水呀，是不是生过孩子，或者是怎么剖腹产啥的。剖腹产啥的。你想知道我就给你知道了。不是生过吗？男孩女孩呀？装什么高冷呀？啊，整个破杯子往那儿整点水就喝上了。啊，你也配？你就看你坐在那破椅子。咱们说句良心话，站起来闻一闻你那个椅子那儿，直接就是臭味儿。他就是这种，他就是这种。我哪种呀？啊，说到你内心是深处了，又来举报我们。我挂之前，你们赶快先去举报一波。多吓人呀！感谢小黄宝贝儿，黑的臭的，那对不对？啊，总是说别人，都没从自己身上找到原因。玩不起，什么叫玩不起啊？他有想跟我玩的那种。真有傻逼呀，这互联网真的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互联网绝对是。你好。你好，兄弟。什么兄弟呀、啊、你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。你最起码你好主播就行了呗，你好像你有多大实力似的。我没有实力，兄弟。对，实际上叫兄弟似乎比较主播好像听着更开心哈。啊，兄弟，我不打 PK， 你去找 PK 主播哈。你接啥呀？你不打，你点什么 PK？ 要不多吓人呀，家人们，这就是
这就是人性，家人们，你们懂不懂？这就是人性。你说我，你上来，你凭什么管我叫兄弟啊？我叫龙丽，你可以管我叫丽丽。你，不是我说的对吧，家人们？你为什么你管我叫兄弟呢？我那么不如人吗？不是他明星不明星，他脸上没有光，都是主播。你明星你播什么呀？不是你凭什么管我叫兄弟啊？太是了，我小黄宝贝才是明星，小黄宝贝，小黄宝贝今天哄我睡觉啊，等一下下播我给你发语音，行不行，宝贝儿？谁送的跑车呀？感谢我宝宝。你好，小姐姐。哥玩的开心，我找个女孩啊。不不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不是，他用的咱虎的号吗？我看一下。这臭娘们儿，他是不是用的咱虎的号呀？我问咱虎，那怎么有个娘们儿？虎子虎，刚是不是咱虎的号？